欢迎们好，今天给大家拍一下我的脚景，因为天快很热了，所以我就抓紧给大家拍一下。这几颗都是海妈家的，这个是酒红世代，花量非常大，我特别喜欢。然后旁边这一颗是白石家的示众苗，这个是仙客来，对，仙客来。然后左边这一颗是白色的小钱币，然后这边也是白石的示众苗。这个是海妈家的织天使，还没怎么开。然后这边是一个黄色的皱边，这是一个紫色边边的一个紫脸啊，紫边黄脸，对。然后这是一个古风玫红，我播种的，这个颜色比较特殊啊。这个是洛马龙，是一个小兔子，还没怎么开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皱边的大白，然后这边这个颜色比较好看，但是它有点缺水了啊，这个花苞也残了，我给它摘下来。里面的颜色是这种紫粉色，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是臭鲑鱼，这个就是海蓝色的一个普通的脚颈，然后这是紫色的一个皱边。然后这颗是银河系，它有点缺水了，它的花怎么说呢，不是很耐晒啊，他们说这个品种的株型也是比较差的，反正花比较大，我个人还是觉得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是水果色的一个皱边，这个也是水果色的，应该是同一个品种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白，然后总共就这些品种，还有一些没开，所以就不拍了。然后这个是我的洋水仙，利普利特应该是，总共是五朵花，暂时开了四朵，还有一个花苞没开。然后这边是我另一颗，就是女王节，它是有六个花剑，到时候给大家再拍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。